中国油价最高的地方西藏阿里，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。我们再换中国西部自驾，在走过三分之一的阿里中线后，到达了我们进入阿里的第一站错勤，这也是阿里中线上较大的一个补给点。我们现在呢，马上就要到达错勤线。错勤是我们到达阿里的第一个线，但是我们的油也快没了。虽然我们刚才加了2升，阿里通常都是全国油价最高的地区，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带大家看一下全国最高油价的地方的油价有多高。很多朋友会说呢，海南的油价高，但海南的油价其实它把很多附加费加进去了，它那边高速也是免费的，但是阿里这边不一样，阿里这边就是因为地处偏远，所以油价高。我们去看一下，我们马上就要去加油了，看一看我们这次把油加满需要花掉多少钱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加油站，准备给车加油。92，前头这里的92是9.24元。从7.9元聊到了9.24元，贵了1.3元。1.3元。哎，少加多少钱？这刚才我3毛油，你我看多少钱？哎，加满。质量已规定，请确认。3.7元，40升。这是这辆车第一次超过300。300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加完油了，可以看这个小票。单价是9.24元，我们加了40.05升油，总价是370。其实自我们拿到这辆车以来，它从来没超过300元，而且它超的不少，370，逼近400了。平时我们油快用完，一般就是加200多块钱嘛。对，这个直接370，300。而且刚刚加油的时候，我有一种体验，就是它那个油的升速跟平时跑的速度是一样的，但上面那个金额比平时快好多呀。不愧是9元的地方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继续出发了，准备吃个饭，因为饿了一天了。饿了一天了，没吃饭，现在赶紧去吃饭了。加过油后，我们准备在错勤县城吃点东西，以抚慰等待已久的味蕾。我们发现了拉面，兰州拉面，最亲民的就是它了。其他的我们都吃不起。哎呦，所以准备用兰州拉面来犒劳犒劳我们的味蕾。面食20，鸡蛋拉面24。牛肉刀削面、羊肉刀削面、鸡蛋刀削面，我们就是最便宜的吧。现在拉面30。我们要了鸡蛋拉面和蘑菇炒牛肉面。那个蘑菇没有了，换一个。那我也要个鸡蛋拉面吧。那鸡蛋拉面好，谢谢。好，这个辣椒不要，要少来一点吧。我们的拉面上来了，辣子有点少了，要多弄点辣子。香香的拉面，来弥补我们一天的疲惫。如果是油泼辣子就更好。为什么我们要鸡蛋拉面呢？因为鸡蛋会多一点，牛肉拉面每次少了很多。牛肉拉面里面没有牛肉。对，所以我们要鸡蛋拉面。能看到鸡蛋。我们已经吃完饭出来了，但是感觉好像没有吃饱。对，刚把我们俩把汤都喝完了。喝干喝净，实在不好意思了，出来转一转。这边呢还有人在跳锅庄舞，那我们也去吃了。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四肢不协调的人，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个气氛一定要到位，无论你跳的好不好。走过当地热闹的锅庄舞后，我们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，准备洗漱休息了。我们找到了一个停车的地方，但是这块风好大呀，好冷啊。对面呢就是街道了，这地方看着挺安静的，所以说我们才选择了这里。后边就是这种大楼，我们车子就在它背后停着，现在正在收拾。其实可以搭帐篷，但是风太大了，风真的太大了。我们还是撤场。我们来到这旁边的一个厕所，准备在这里洗漱。看这里有水管，不飞吗？不要。哇，这是我见过最高级的厕所之一了，因为在这旁边竟然还有温控，21度。啊，哎，现在有温度吗？
些人苗归冬天才开。但是厕所里边好暖和，我都不想回去了。但是他就是没有水。算了，明儿就洗吧，明儿洗没关系。哎呦，睡到车上了。今天的时间还比较早，所以呢，吃点儿。晚上外面风超级大，然后车里很暖和，所以简直就是天堂。嗯，而且这还有网，四G满格。哦，一边刷着手机，一边吃着东西，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乐趣。我们现在已经收拾完了，今天就要入住酒店了。因为我们昨天的时候就冻得一身灰，再加上我们之前攒的那些脏衣服都必须要洗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入住了。但我们刚查一下，这边的酒店价格特别特别高，你等会儿去找一家性价比比较高的，我们去看一下它这个价格和这个房间匹不匹配。很多朋友都很好奇，为什么我们每次都是早上去入住，因为我们一般晚上睡车上的话，第二天早上去起来大概10点11点我们去酒店的话，这样的话我们花一天的钱可以住更久的时间，我们就有更长时间去洗澡洗衣服，然后收拾各种东西，给设备充电啊什么的。那我们现在呢就准备去找酒店入住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酒店了，准备入住。看一下这儿价格。老板，还有标间吗？有。标间多少钱？标间20。可以看一下房间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808这个房间号还不错，这个房间是251块钱标间，但是这个水平我感觉在内地就是100块钱的水平。不过呢，刚刚老板说今年已经算是低的了，往年这个时候这种房间能卖到400-500，所以说错勤县整个它的房间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，可能因为它这边的酒店可以选择的地方比较少，所以说价格比较高，而且游客比较多，大家都走阿里大北线或者阿里中线会经过这里。阿里大北线不太经过这里，但有时候很多人会从这边拐上去，这边也算是一个交通要道，大家都一般喜欢在这里住。所以说我觉得房间有些供不应求，大家我觉得如果来这边做这个酒店生意应该会很好赚。订好房间后，我们来到批发超市买水，顺便看看这里的物价。我们来这个批发部买点水。耶，我看卖的箱子这么狠。但再到新疆人好吃就很多。老板，这个错勤县是国家电网元件的，所以说这边用电应该不贵，我猜。哎，老板有水吗？对，要一件。康师傅多少钱啊？对，那个康师傅一箱30。多少瓶？12瓶。12瓶30。哎，快点。这比怡宝。那怡宝嘞？24瓶，然后一箱多少钱？45。45。嗯。24瓶45。嗯。哎，那要比康师傅还便宜，那就拿这个算。我们现在呢，水已经买到了，买的是怡宝，但是怡宝呢，我们算了一下，1瓶1.8，刚那个康师傅算一下是1瓶2块多，所以说这个划算。一般康师傅都要比怡宝便宜一半以上，不知道为啥这边怡宝比康师傅便宜。买过水后，走在错勤县城内，这座高原上的小县城会给人不一样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呢，来到的是美丽的错勤县，在阿里。我们现在在错勤的一个大礼堂的前面有一个广场，这个广场到晚上的时候非常热闹。走到这个错勤呢，我就觉得错勤的物价真的还是很高的，在别的地方只是吃饭比较贵，但是在这边不止吃饭贵，住宿也很贵。今天我们住的就是200多，250，从我们第一季到现在西部巡游这一季，这是我们住过最贵最贵最贵的一次酒店。这边贵可有道理的，因为这边的海拔本身就比较高，所以条件本来就比较艰苦。因为这边平均海拔达到4700米以上，县城的海拔也在4600多米，也是全阿里地区最高的一个县城了。嗯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到这块之后适应一段时间，我感觉现在好一点了，除非你是说跑呀跳呀搬个重物会喘一点，平时你如果走路的话正常都是没啥问题，和内地没啥区别了已经。嗯，还有它就是白天和晚上的时候就是两个温度，白天是真的热晒，晚上的时候是真的冷。白天它有时候也是温差很大，就是同一个地方啊，你在影子下面
就是把你冷得不行，你在太阳下面就晒得很。这个错金线我觉得它好像建设的还算是不错的，因为道路线内有几条主街道都是硬化过的路面，因为我们昨天从扎日南木错那边过来之后，它一直都是这种草场，所以说这边很多人家都会养牛养羊，本身错金线也就是一个纯牧业线，所以说它这边的牛羊肉价格应该是不贵的。错金线位于西藏阿里地区东南部，错金藏语意为大湖，因距现住地东部十多公里处的扎日南木错而得名。这里平均海拔4700米以上，是为数不多的高海拔县之一。过去的错金交通、电力等基础设施差，旅游业发展缓慢。近几年，随着基础设施的提升，错金县不但道路交通越来越通畅，还用上了国家主电网的电。错金辖区内高原风光壮美，旅游资源丰富，是西藏著名的大北线环线和阿里中线重要的旅游目的地。走在县城内，我们的车子不小心扎胎了，可以看到现在上面显示的是请检查轮胎压力，这是我们拿到车以来第一次出现这个轮胎的问题啊。不帮有问题吗？我感觉变你看这是变的，我咋感觉是正常，也算正常。对啊，看着还可以啊，我就感觉坐后台念这个气都好。你是右后台有问题的，坐前台感觉也好的。我刚才不感觉右后台有问题，右前台感觉也好的，就这个台感觉变一点，你感觉比别的台要变一点？我感觉正常的。就是你看它这个薄厚，你感觉比不行，它都要那个啥变一点。这车行吗？啊？啥？这车怎么样？还可以啊。新出来的瓦罐车。啊，对，我们这个车胎好像有问题，这个车胎没气了。我算是干过来了。对。哦，你最近在关注这个车吗？这个车刚出来的时候看了。啊。感觉这个车。样子好看。就是空间大一些。跑上来有什么问题？轮胎现在不知道咋回事，好像没气了。就轮胎的事情。没啥大问题。我估计到时候一会儿得去检查一下，可能是胎被扎了还是咋，上面显示轮胎压力出现问题。就坐着吗？这边有修的呀，修的挺多的。嗯，这刚出的，刚发现这个问题，它刚显示，其他胎好像没咋，就这个胎可能被扎了还是咋。我们昨天从文固南村那边过来就是现车了，在市区跑这个完全没有问题，只要你不去跑烂路就没事。人家都电车的高速了。嗯，对啊，只要不跑烂路就没问题。为了处理轮胎的问题，我们找到一家修理铺，在这里找到了轮胎漏气的原因。补个胎，右后轮，补胎多少钱啊？50块钱。50。一般内地是20吧？嗯。咱上次修不做20。嗯。修车了。右后轮吗？对，右后轮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修车了。本来我们想用补胎液，但是想了一下，下来的路也难走，哎，补胎液不一定能撑得了，难走路还多着呢。所以说我们决定还是把它修掉了。哟，这个胎上全是这种灰。哎，那个钉子，哎呦我看到了，有个钉子扎进去了。还是这样扎进去？哦，还是个长钉子。哎呦，出来了，就这个玩意儿。好，谢谢。慢走嘛，可以走那边，可以走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发现这个电脑屏幕上面显示还要检查。哎，老板，我看他这个上面显示的是还要再检查一下右后轮。跑一点吧。跑一点就没事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哦、谢谢。我们又回来了。老板，你能再帮忙看一下不？因为我看他这灯还亮着嘞。他咋还亮这个灯？老板都关门准备回家了，因为我们的右后轮还是显示那个灯亮着嘞，所以
过来再看一下，毕竟一会儿要跑的路比较远，所以没办法。我们可能要去大江那边，路不太好走。对，要多点，去多点。哦。哎，还是要检查轮胎压力。嗯。我们需要把这个轮胎重新拆下来，看一看里边是不是还有啥问题。对，就是刚才不，对，我就怕其他地方是不是还有。我们检查了一圈之后，发现轮胎没有问题。然后现在已经发车了，但是车里面呢还显示的是请检查轮胎的压力，也就是说这块应该是车机的问题，只能先走一走看看了。这一家老板他们准备去冈仁波齐啊，转山今天去，但他们走的是应该是阿里南线219国道，好走一点。我们也是去冈仁波齐，但是我们走的路比较烂。您去冈仁波齐转过山吗？对，转过。这一般是要两天吗？不是，我们可以转一点，一天。一天就可以转完？哦，我妈妈也肯定转了三十多嘛。哦，三十多次了。对。哇，强！谢谢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们。我们要继续走了。我们现在呢就要继续出发了。虽然它这块显示的还是检查轮胎压力，但是我们刚才看轮胎是没有问题的，有可能是传感器哪处碰上了。我们准备继续先出发吧。在错行线休整一天后，我们就要继续出发，踏上未知的旅程了。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，快上车，让我们继续出发。